这一题，他说哈、哦、，AB 是相异两点，且 O 的话不在直线 AB 上，也就是说哈、哦，这个假设是那个 A 啊，这是 B 啊，啊这是 O 点。好，那么他说由下列哪一条件哈、哦，可确定哈、哦、，P 点哈、哦、是在直线 AB 上面？我们看这个 A 选项。A 选项的话，哈，他说这个 OP 啊，是等于呢五分之一哈 ，OA 加上呢五分之四哈 OB， 这个对啊，哦，因为这个阿尔法加贝塔等于一嘛，所以 P 的话是在呢 AB 直线上，而且 P 哈事实上是在 AB 的内点 ，P 的话在这里，所以 A 是对的，好、哦。那而且的话，我还可以知道说什么呢？这 OA 嘛，这是一，而且这是一比多少呢？一比四，是吗？这是一比四，啊，一比四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看呢这个 B 选项啊。B 选项他说 AP 啊 ，AP 是等于负的呢五分之三啊 ，OA。加上五分之三哈 ，OB 啦，那这个的话没有办法呢，因为它这个原点呢不一样嘛，这里不是 OP， 不过你这个可以把它什么呢？把它合并起来，合并起来以后就变成什么？变成是五分之三哈 ，A 连 B 啊，哦就 OB 减 OA 嘛，你看哦，这个的话呢，它这两个向量有一个共同实点嘛，然后的话呢，它终点不一样。就是说这个是 A， 啊这个是 P 嘛，P 在这里好了 ，P 在这里，啊这是 B 嘛，这一段哈、哦、是整段的五分之三的，所以 APB 它是三点共线的，那事实上我也可以把它展开成像这种形式的，这个两个加起来的话呢是等于一，也可以这样做，怎么做哈、哦？这就是 OP 哈、哦。OP 呢减掉呢 OA 嘛，那我把 OA 把它移过来，就 OA 减掉五分之三 OA， 啊再加那个五分之三 OB， 这样的话就得到了五分之二哈 OA， 加上呢五分之三 OB， 哦这个加这个就等于一了，记住哈、哦、这个 O 要一样。O 要一样，我就 OP 哈，等于多少？等于那个五分之一 OA 加上五分之四哈 OB， 好就交叉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呢这个 C 选项哈，所以呢这个 B 也是对的 ，B 这个选项也是对的。B 的话这个选项也是对的。好，再来看看呢这个 C 啊 C 这个选项。C 这个选项的话哈，他说 OP 啊 ，OP 哈、啊、减掉三分之二哈 ，OA 加上三分之五哈 ，OB， 这个等于零啊，那等于零的话呢，这个三点是不是共线哈、啊？这个好像没有，我们看哈、啊，我把这两项移过来 ，OP 哈、啊，这个是等于多少呢？三分之二哈 ，OA。减掉呢三分之五哈 ，OB 啊，但是这个加起来是负一啊，所以呢这三个没有共线。事实上的话，你如果把这个哈、哦、看成的话呢，看成是负的话呢，负的 OQ， 如果看成负的 OQ 的话，那 OQ 哈、哦、就等于负的三分之 OA 加上三分之 OB， 那这样 QAB 哈、哦、就在同一条直线上。那如果我 OQ 是这样子的话，假设 OQ 在这里。哦，像 O， QAB 就是在同一个直线上的，哦，这个的话呢，哦，如果这是 A， 这个是 B 啊，不过它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弄起来的话，一个是负的 ，OQ 的话 ，OA 是负的，然后 OB 的话呢是正的话，那这样子的话哈、哦，它会在外面的，
哦，会在外面，应该呢是在这里。OQ 哈，应该在这里。哦 ，Q 的话应该在这里，不过他们会贡献。那 OP 变成什么？变成是负的 OQ 嘛，所以它的对面哈、哦，有一条线的话、哦、跟它平行，而且这个距离一样。那这如果是 OQ 的话，那这里是 OP 啊。OP， 哦 ，OP 变成在这里，在什么？在这一条线的那个对称的，以这个当什么呢？当原点哈、哦，对称以 O 点的那一条直线上面。所以呢，这三点哈、哦、没有贡献的 ，P、A、B 这三点没有贡献，所以 C 这个选项是错的。好，再来看看呢 D 这个选项。D 这个选项的话哈、哦，它是 OA 哈、哦。OA 的话呢是等于负的哈、哦、七分之二 ，OP 加上呢这个七分之九 ，OB 这个对了，这三点会贡献的，这个你可以把它看成什么？看成是这样子，你可以把 OP 的话移过来，哦，实际上这个会贡献的，哦，这个实际上是会贡献的。因为这加起来会等于一，或者你如果看不顺眼的话，就把它移过来，七分之二哈 ，OP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移过去负的 OA 加上呢七分之九 OB， 然后你把七分之二除过来的话 ，OP 就等于多少呢？就等于啊那个二分之七负七 OA， 它加上多少呢？加上这个是二分之九 ，OB， 这个加起来是等于一，哦，这个加起来是等于一啊，那所以的话哈、哦，这个如果是 OP 的话，应该在哪边哈、哦？这如果是 A 啊，这如果是 B 的话，那 O 在这里嘛，哦，那 OP 的话等于多少？等于是 OB 啊，啊减掉多少呢？减掉那个 OB、OA 哈，减掉 OB， 那 OP 应该在这里。OP 哈是等于多少？等于那个，OB 啊 ，OB 哈加上多少？加上那个负的什么呢 ？OB 二分之九应该在这里，二分之九。然后多少呢？二分之九，二分之九加上多少呢 ？OA 的话是往这边的，所以应该往这边。所以的话，我这个判断错了，应该呢是在这边的 ，P 应该在这里，哦，就二分之九嘛，哦，它再加上什么呢？加上这个，往这边移动，再往这边呢、啊，再往这边移动，变成在这里 ，OP 了，变在这里，哦，他们会贡献的、啊，只要这个加起来等于一的话，它就会贡献。啊，当然的话，你在这里看起来看的话也是会的，就是 A、P、B、阿尔法加贝塔加起来是等于一嘛，所以 A、P、B 也是贡献的，哦，你就把 A 看成是 P 嘛，把那个。把那个 P 的话看成 A， 这个加起来是等于一，所以的话这个也会贡献，所以 D 选项是对的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看呢这个 E 选项。E 选项的话，它说 AP 啊，加上呢四倍的 AB， 这个等于零，这一看的话就是了，这 APB 那个四点会贡献的 ，AP 的话怎么？怎么看呢、啊？这个假设是 AB 嘛 ，AB， 然后这个 AP 等于啊，等于负四倍的什么呢？负四倍的那个 AB， 哦，负号嘛，四倍在这里、啊。这个东西的话是四比啊，比一啊，这是 P， 所以这四点会贡献。啊，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画成这种阿尔法加贝塔加起来等于一，哦，你也可以画一下。对啊，这个是等于 OP 嘛，减掉 OA，
它就到这是 OB 减掉 OM， 好，那这样我就得到 OP 好等于多少呢？等于 OA 啊，那移过去哈，移过去的负四倍的多少呢 ？OB 减掉 OA， 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负四倍的 OB， 或者是说，这是负四负的正嘛，四加一是五 ，OA 嘛，减掉四倍的 OB， 阿尔法加贝塔加起来等于一，所以 PAB 他们三点共线，这是对的，所以这一题哈应该选多少呢？应该选 ABDE 啊。